学姐妹平安。然后我们一起坐下，我们来安静自己的心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，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聚会的地点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，能够彼此分享，彼此造就，能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。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我们是不配的，因为主，求你来看顾我们，求你看顾我们以下敬拜赞美的时间和崇拜的时间，以及看顾我们讲员的口啊，愿所有的话语、所有的歌曲、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你。感谢赞美你主啊！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乃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我们下面有请敬拜赞美团。我的力量，主。
的要求，让我们能够符合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路上面越走越坚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主耶稣赐给我们，洗刷我们一切的罪，也求你继续圣灵带领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路上不偏不倚。求主你继续坚固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，让我们在这世界上继续为你做盐做光。感谢你在这新的一星期的开始，让我们以赞美作为我们的生命的开始。求主你也保守今天的聚会，每一位奉着你的名来到此聚集的，都让我们丰丰满满有你的生命得到灵粮的供应，让我们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当中满满有你的力量，在这世界上为你做盐做光。求主你恩待祝福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好，我们不好意思，会众继续请起立。我们读史读信经，不熟悉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同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
下面一起来诵读本周的经句，来，一二三。耶和华是我的粮食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诗篇18:2。耶和华是我的粮食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诗篇18:2。下面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有请寇子同学来读本周的经文。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我要诵读的经文是诗篇18:1-6，第30-31。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于民上。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，说：耶和华，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上帝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以上是神的话语。